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点，或者格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点，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为泰党和泰自豪党等分别晤谈讨论政治局势。国家银行批准3个虚拟银行的许可证，以促进金融包容性。EEC 东部经济走廊持续吸引外资流入和提高厂商的信心。国家安全院确保国家安全。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借此机会也向听众朋友献上一个小惊喜，您只要在留言区回答问题并写下通讯地址，便可以获得泰国广播电台馈赠的一份精美小礼品。我们的问题很简单，您只需在7月份之内回答一项就可以拿到奖品。所提的问题是，最近一两年你从媒体的报道认为泰国政府最为推广的政策是什么？一、促进投资；二、促进东部经济走廊 EEC； 三、促进旅游业；四、促进农业；五、促进电动车产业；六、促进出口业。听众朋友，你认为是哪一项政策？都可以在留言区回答。如果邮寄的话，写下下列的地址 Radio Thailand 括弧 Chinese Bangkok Thailand 泰国广播电台括弧中文组泰国曼谷。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括弧 Chinese Bangkok Thailand 泰国广播电台括弧中文组泰国曼谷。谢谢各位的参与。接下去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为泰党和泰自豪党等分别晤谈讨论政治局势。为泰党和其他数个政党与周末期间分别晤面，以讨论当前政治僵局的出路。泰自豪党的代表在党魁安努廷的率领下，会见了为泰党副党魁奔探以及其政党的高层人员，会晤地点是卫泰党总部。此外，卫泰党也会见了和泰建国党党魁皮拉潘和代表，以及分别会晤泰国发展勇敢党党魁苏瓦和代表。在会谈之后，泰自豪党党魁重申原先的立场，也就是如果前进党仍然留在联合阵线内，其政党将不会加入以卫泰党主导的政府。他强调其政党和前进党在意识形态和工作方法有差异。在有关修改112刑事法典条款方面，其政党也绝不苟同。和泰建国党领袖也重申其政党的立场依然不变。而泰国发展勇敢党党魁苏瓦则表示，其政党支持一个不修改第112条款的政府。随着上述会晤之后，卫泰党党魁春拉南表示，这些商讨是在原先的八党联盟的架构之内进行的，
以争取民代和上议员支持未来党的总理候选人与星期四在国会联席会议上的投票。他也否认未来党邀请上述政党加入联盟组建新政府。泰国国家银行批准三个虚拟银行的许可证，以促进金融包容性。国家银行已初步批准三家虚拟银行的许可证，以便为服务不足的客户提供金融包容性。泰国国家银行行长谢达普表示，批准是有限度的牌照，是为了维持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以及保护存款户免受到这类新银行到来的风险的损害。估计发予牌照规定的最后程序于七月份之内完成，随后提交财政部审批。申请牌照的程序定2024年开放，虚拟银行于2025年正式运营。虽然这些虚拟银行不会被归类为国内系统的重要银行，但是泰国国家银行认识到这些银行仍然会有风险，进而会影响民众的信心和整个金融系统。国家银行要密切地监督这些虚拟银行业务，确保他们的可持续性，以及符合国家银行要扶持虚拟银行产业的目的。当局对申请设立虚拟银行的规定相当高，注册资本至少50亿铢，确定只有强大和稳健的实体申请运营。在初步，虚拟银行可能会遇到相当高的开支，特别是争取客户以及 IT 信息技术的投资，使到他们的生存成为最令人关切的问题。目前泰国有17家传统银行和3家正在计划中的虚拟银行，相对之下，南韩方面有52家传统银行和3家虚拟银行，新加坡有34家传统银行和4家虚拟银行，马来西亚方面传统银行有42家以及3家虚拟银行。 EEC 东部经济走廊持续吸引外资流入以及提高厂商的信心。政府副发言人拉查拉女士说，政府继续吸引外资并提高信心。 EEC 东部经济走廊之前持续举行活动，并同国内海外投资家晤谈，尤其是主要的目标产业。他说，政府有信心可以增加在泰国的投资数字，因为国内外的投资家对泰国的 EEC 东部经济走廊有非常高的关注。EEC 东部经济特区委员会不断地提供有关投资的信息和机会，并介绍该地区的优势和特点，如发展基础设施，达到运输上的无缝连通，包括陆路、水路和空路，同全球进行运输互联互通。在业务方面也建立联系网络，发展人才的技能潜力，吸引资金的流入，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BOI 投资促进委员会方面也推出并不时改善投资优惠措施，分享给来自全球的投资者。至于作为 EEC 目标产业之一的电动车，中国的投资者表示有极大的关注，估计在这方面的投资数字高达14亿4000万美元，这主要得益于政府之前的投资促进政策，也就是所谓的30-30，意思是到2030年，电动车的生产达到国内车辆总产量的30%。中国电动车厂商的进驻将有助于增加泰国市场对电动车的热衷和推广。此外，中国还选择泰国作为电动车电池的生产基地，是东盟地区的首个生产中心，投资总值超过10亿泰铢。以目前的趋势来看，泰国是东盟位居第二的电动车市场。另一方面，
根据 EEC 东部经济走廊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朱拉透露，委员会方面赴法国举行招商引资活动，驻法国大使及促进投资顾问杰山女士、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驻法国巴黎代表，包括了正大集团清洁能源有限公司、联合利华泰国集团等在内的泰国私营企业代表参加。朱拉表示，通过了与法国政府部门、私营企业在内的超过20人见面和讨论，向他们介绍了泰国经济潜力和东部经济走廊发展情况和经验交流，以及探讨与法国擅长的工业企业、符合 EEC 目标行业的企业合作机会，还同法国重要的投资机构代表见面，并与来自法国的主要目标行业高管举行会谈，包括了航空和航天企业在内的七家企业，包括了雅典赛峰集团、泰雷兹集团、G-FAS、萨迪斯航空航天集团等。能源工业有道达尔能源公司，食品工业企业有来自国际市场的斯马利斯管理的兰吉斯集团、新能源电动汽车雷诺汽车集团等。这些企业都表示有兴趣投资泰国的东部经济走廊地区。 EEC 东部经济走廊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朱拉表示，该委员会向法国企业介绍了在 EEC 地区投资信息和机会，以及投资优惠政策，以吸引法国投资者，将根据各个行业的具体情况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并突出了 EEC 东部经济走廊的优势。国家安全院确保国家安全。国家安全院表示关切个别恐怖活动的增加，提倡采取协作方式来确保国家的安全。国家安全院院长素普上将日前在2023至2027年国家安全方面的政策简报上强调，有必要每一个部门采取协作方法，从政策的制定到计划的执行，这一切都要在全球安全挑战的范围之内。他也强调恐怖攻击多样性策略以及激进思想形态和暴力所驱动的行动者有令人担忧的趋势，当局已努力抑制这些活动的资助渠道，不过进展方面却受到阻碍，特别是法律上的繁文缛节。国家安全院为此促请相关单位团结一致，并提倡尊重人权的适当和公正的立法。素普上将谈及解决泰国的其他国家安全问题，如药物滥用、腐败贪污、执法、人口贩运、环境退化以及暴力的激进意识形态这几方面，强调在所有的社会领域都存在这些问题，特别是在政治局势正在转换之际。他进一步强调，有效的安全措施取决于所有方面的合作，努力合作来满足人民的需求以及各个不同方面的潜力，同时把主要势力潜在干预的影响降至最低程度。各位听众，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我的收听。